Body Polish 嫩肤焕肌磨砂，它的作用是去除角质，加速皮肤细胞更新。它可以跟随洗澡的时候一起去用，随水这样洗干净就可以了。Body Activating Gel 激活舒压啫喱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淋巴循环修复，同埋运动前后减压放松肌肉。将呢 gel 直接涂落皮肤度，跟住开呢一部机，按你自己需要嘅时间，跟住直接向身体方向嗰度向上推就可以噶啦。咁同埋呢一个 gel 咧系唔需要用水清洗嘅，碌完之后轻轻拍翻落皮肤，好爽身噶。看看效果几明显，跟住可以做下肩颈，舒缓翻啲肩颈膊痛，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嘅淋巴循环。尤其是现今所有嘅人都运用手机或者电脑工作，多啲去碌下呢啲肩颈嘅位置，真系舒服好多噶。看看塊面即刻提升了，蘋果肌都向上升了。Body Serum 緊致淡紋精華，這個是可以減少我們橙皮紋組織的呈現，令到我們皮膚更加光滑，去油紋和緊致，提升肌膚，令到我們的皮膚更加年輕的。用法好简单，接落皮肤度，跟住开机推，咁就可以噶啦。亦都系用完之后唔需要清洗嘅，轻轻拍翻落皮肤，皮肤亦都好快吸收。睇下做咗一阵间，效果几明显。条颈都长咗啊，啲纹亦都淡咗好多啊。睇完效果系咪好想试呢？快啲 D M 我啦！